这一觉又睡到了下午3:30。今天降温了，变天了，这雨要下个3-4天左右。刚起床啊，精神不是很好，先买瓶红牛，再来网吧上上网。这个被子还在，一人打工，三人回家。从网吧出来，天都黑了，现在去吃个饭吧。那天在那个医疗厂干活拍的那个视频，被中介老板刷到了。那个厂以后我都不敢再去了啊，不敢再去了。一天没吃饭了，饿得手都发抖。点了两个菜啊，来下饭啊，今天的第一顿饭。饭已经吃完了，看一下多少钱了。点了两个菜，一共消费了61块钱。下雨天都不想出门，上班就更不想上了。现在回去睡觉。